想要跟现场所有今天晚上的40,000多人一起合照，作为今天晚上的纪念。1、2、3，你爸姓什么？刘。名？冠佑。你们这是续集吗？有一天你会为你爸爸还有你爸爸一群最好的兄弟拍出一张最成功的照片吗？会，一定会。相信我，我会永远的把它裱起来，放在我们录音室最显眼的地方。谢谢你，小蔷薇。Let's go, everybody, you're like, oh, oh,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 for, oh, oh.给我们选这三个其中一个工作心情好了，好不好？好好啊，我知道了、啊、来来来，等一下，等一下，我跟你讲一定没那么准，你三个都一样对不对？来来来，生活写照，来真的不一样吗？生活写照，生活写照、啊、那莫忘初衷呢？那就第一个选到的就只好唱第一个了。先不要让我告诉你在今天，不要让我自由，让我自由告诉你多少次，不要让我这边有位摄影师，你上来帮我拍一张照片好吗？我想要跟现场所有今天晚上的40,000多人一起合照，作为今天晚上的纪念。数到三，夜会吗？1、2、3。今天是你的第一场那个拍五月天的日子吼。你爸姓什么？刘。名？冠佑。你们这是续集吗？你们这是续集吗？我想要当摄影师。当摄影师，有一天你会为你爸爸还有你爸爸一群最好的兄弟拍出一张最成功的照片吗？会，一定会。相信我，我会永远的把它裱起来，放在我们的录音室最显眼的地方。谢谢你，小蔷薇。